哇塞你妈！这个这么硬，真的是面包吗？据说这个俄罗斯大礼包坚硬无比，炸核桃、炸苹果，甚至还能炸开西瓜。面包怎么可能这么硬？要是它真能炸开西瓜，天上的粉丝哇一个叫爸爸！先拿个核桃，真的是，我操！我就不信连苹果它都能炸开，居然这么硬！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完犊子了！快点说出有多少个爸爸吧！据说这是抖音最初的样子。买回来的，这个其实是家用的干丝棉，一般是给家具地板打蜡抛光用的，用夹子夹住，直接。哇塞你们，今天挑战拼不完的积木。积木呢？你以为这只是一张普通的桌子吗？据说这布鲁克积木仅仅257块就可以拼出这么多造型，以我的实力三个小时把它们全都拼出来，要是拼不完你们的作业我全包了。旋转瞭望塔，无人机停机坪，拼了这么久才拼了这么一点啊。有一颗小星星要给你点好了，快继续。突然又觉得不累了。还有旋转滑梯，哦对你拼完了，这样就不用写作业了。这只是百变造型里的其中一种，其他的你还没拼呢，乖乖写作业去吧。哇塞你们，飞镖玩多了，当然跟着联网 PK 的智能飞镖，你们肯定没见过全球联网模式，能和全世界玩家一起打 PK 赛，那我在这一戳岂不是世界第一了？智能的积分法可以多人对战，一个人能玩，一群人也能玩。要是能中红心，我就实现你一个愿望。小意思。希望所有点小星星的粉丝们在评论区的愿望都能实现，还有那次丰富的飞镖游戏好玩不腻，特殊的降噪才是不怕吵到别人。小天狗大叫吵死了，挂把支架不用打孔，安装简易，我中了你就要接受惩罚，说吧。大海三生我是猪，母尼玛是猪。哇塞你们，挑战一天只吃各种海鲜，早餐随便来个清蒸波士顿龙虾，放进方太正烤轰炸一体机里，这么多的智能菜单一键就能操作，不用再考虑时间和温度，早餐就该像这样吃点清淡的。午餐是个蒜蓉烤生蚝，准备好食材，设定智能菜谱也能轻松烤好，火候刚刚好，更香。晚餐来个黄金凤尾虾，这么修身的机子竟然还有空气炸功能，一滴油不放就能炸，低脂低卡零负担，好吃又不胖，防红再来红点果干小零食，健康又解馋，这么小的机子竟然能做那么多的菜，你们还想看我吃点啥？评论区里告诉我。哇塞你们，据说这是一种可以吃的糖饼，只要把愿望写在上面并且吃掉，愿望就能马上实现，怎么可能？我要一台 iPhone 12，送个礼物给你。哇，真的是 iPhone 12了，不要报复。支付宝到账100元，居然是真的！我要把好运分给你们，点赞的粉丝全都暴富。希望我的粉丝们身体健康，作业变少，考试满分。你们还有什么愿望？评论区里告诉我。哇塞你们，这个视频你们看过没有？据我发现国外有个易拉罐开盖器特别火，它底部设计了四个环形切割器，特点的话是可以把整个易拉罐的盖子打开，随便扭几圈就可以轻松取出盖子，这样的话确实发明快捷，你们的手特别的方便。易拉罐开盖神器买回来了，试一下，先把把手拉开，盖在易拉罐上面，扣回去，旋转再旋转。垃圾东西炸掉。等等，你这也太不严谨了吧，换个小点的罐子试试。来，哇，真的打开了，就是怎么有一些女性在里面游泳啊？像这样开了，直接把饮料倒掉，拿来当烟灰缸还是不错的。哇塞你们，今天秘制老干妈冰沙做法很简单，老干妈、芥末酱、老酸奶，倒入制冰袋里，放到冰箱冷冻。尼玛秘制老冰沙，既实惠又环保，吃了没一番了。哇塞你们，这个视频你们看过没有？一次性冰袋可以倒进去做成冰块，倒断了可以封口，简直好玩又方便。这么薄的一片真的好用吗？它要是真的好用，你们让我放什么进去做冰沙吃我就放什么。把82年的可乐倒进制冰袋里，倒过来看一下，不错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，倒完后竟然真的制冰了。啊，这是要干嘛？这不是先给你准备点冰沙材料吗？把冰袋放进冰箱里，我们2个小时后看结果。
我是你们网红一次性制冰袋，网上所有博主无一例外的都在说用它做冰块非常好用。天哪，它居然真的不会漏水，用完还能放回去，还挺方便的，还真挺好用的。这是真的吗？它要是真的好用，你们让我放什么进去做冰沙吃，我就放什么。把装有可乐的冰袋放到冰箱两个小时后 Tomorrow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超重要，帮我再碎。虽然它漏了，但确实又能做出冰块来。你们说，想让我放什么做冰沙吃来着？安排。我是你们。回路出门，再刷你们吃香蕉后，香蕉包成泥状后，放入滚筒皮，入蔗后用叉子按压锁边，裹上鸡蛋液面包糠，锅中油热放入，下至两面金黄即可。哇，自制香蕉派这么简单？我也要做一个。香蕉压成泥，放到馄饨皮上，对折后用叉子按压锁边，沾一层鸡蛋液，再裹一层面包糠，油热放入。炸到两面金黄，鼓泡就可以了。你学会了吗？我是陈尼玛，陈尼玛，你快看一下这个视频。雪碧加护发素，喷洒在镜子上，镜子立马变得干干净净。你家雪碧和护发素不要钱吗？我用刮板试了下，不用任何工具，镜子也能刮得干干净净。可乐加入洗洁精，摇晃均匀，喷洒在厨房油污处，轻轻一擦，立马焕然一新。这种油污，它就是用酱油擦出来的假油污啊！用湿毛巾就能擦掉。洗洁精加啤酒，搅拌均匀，把擦锈的杯子放到水里浸泡五分钟，而后清洗一下，杯子干干净净，亮丽如新。还是用酱油做出来的假擦锈，简单一冲就能清洗干净。就这种沙雕小技巧，还有上百万的赞，赶紧转发到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，不要让他们上当了。我是你们，网上的广告输送器竟然能把一整条鱼给融化掉，这效果真的有这么强吗？要是它真的能把鱼给融掉，我就把这玩意染成绿的。把从下水道捡来的鱼放进去，倒入热水，拿出我们的广告输送器。嗯，求求你做个人吧，这么大的罐子你就给我装一个。倒入广告输送器。我走，这水煮鱼啊！30分钟过去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这味道，我好像找到了鲱鱼罐头的秘方。倒出来看一下。操，放车了。把这玩意儿我是你们，你还在喝热的可乐吗？今天30秒教大家不用任何工具自制可乐冰沙。首先疯狂摇它，给它打打气。像这样充满气泡后，放到冰箱里冷藏。2个小时后，慢慢开盖，放掉一点气，将可乐倒滤摇几下，倒出来，你就会神奇的发现，冰沙自己都冒出来了。臭新娘，新飞扬，可乐冰沙完成，你学会了吗？我是陈立满，昨天看到这样一个视频，用两个铁盘放个刀片，就能轻松自制番茄酱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胡渣味的番茄酱？试一下，拿出两个不要钱的铁盘，放入番茄和刀片，疯狂摇晃。接下来就是见证食客的奇迹了。啊啊，就这，这效果不就跟我？